第一次吃两个便当，是我爸过世的时候。第二次是高中的时候代表学校去参加篮球比赛，我后来发现，就是我肚子根本就不饿，只是需要面对的勇气。所以你现在需要勇气面对什么？该不会是跟爱丽丝有关吧？她已经不是以前的爱丽丝了，我拜托你醒一醒好不好？今天绝对没问题，你要知道。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便当。不准走！既然今天遇到了，有些话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既然以后要在同间公司上班，我要你答应我三件事。我为什么一定要答应你？如果你喝不赢我，就要答应我的要求。你敢跟我赌吗？那如果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就辞职。先喝水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可以吗？所以向往寒冬。
我在这里，你需要什么？为什么要出现在我面前呢？我已经忘记你们了，你们不是也放弃我了吗？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？每次只要看到你，我这边好痛啊。新罗，走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出去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跟你没话说，出去。爱丽丝，不是，爱丽丝，好。我自己会走，但是我还会再回来。不需要，一点都不想见到你。爱丽丝，你听清楚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你，这次一样也不会。我会继续努力，直到你这里，不再难过。手术成功的几率大约是50%。我们在你脑机发现大约会诊的内手术成功的几率大约是50%。爱丽丝，看着我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走开！没搞清楚状况，我不会走开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要管我。怎么可能没事？你早上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。我心情不好，可以了吧？心情不好就别上班了，先带你去把心情变好。待会不要往下看，看着我就好了。你说的办法就是这个办法。嗯。啊，我还是好怕。怕的话，你干嘛还来跳啊？因为我想知道死之前是什么感觉。一个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，会看见人生跑马灯。如果你不想要别人叫你噔噔噔噔垃圾车女孩的话，就不要什么垃圾都往肚子里吞。有什么话不能跟我每个说的？我想知道，独来独往了13年，没有朋友，没有爱人的自己。喜欢阿迪？不可能！我没有说是阿迪。如果真的走到生命的尽头，还有什么是我会在乎的？这样我们四个人就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成功的几率大约是50%。如果手术失败，账户里的钱应该够妈妈住养老院。组长，本身那样关掉了。哦，
事，太好了。你是因为我出事才赶过来的吗？所以真的没事。心里突然觉得暖暖的，这就是有人在担心我消失的感觉吗？